Blackpink 在26日发行单曲 How You Like That 赢取大家的好评， MV 播出不到24小时，在短短的时间内点击率已经破亿了，是个破纪录之作，真非常的震撼。 MV 里的场景、服装、发型、舞蹈，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华丽，音乐节奏和音色都非常的时髦。在单曲 How You Like That 里， Blackpink 的服装造型变化多端，画面非常的好看和吸睛。除了有 Hip Hop 风格的时装， Lisa 还穿了 Celine 2020秋冬黑色亮片连身裙， Jennie 穿了 Chanel 2020春夏系列黑白连身裙，而 Jisoo 穿了 Dior 2020春夏的白色羽毛外衣，每一个 Blackpink 成员看起来都很时尚。此外，四位 Blackpink 的成员也为了 MV 换上了新发型， Jisoo 换上了深色长发， Rose 换上了浅紫蓝色的发色， Jennie 染上了白金的刘海配搭黑色的长发，而 Lisa 换上了短包 pair， 可见每一位成员的发型都非常有特色和突出。 MV 一播出却掀起了争议，原来有一幕画面看起来有不敬的意味，那就是 Lisa 的 solo 的那一幕，出现了一个印度像神摆放在地上的画面，神明是不应该被摆在地上的，这小小一段的画面引起大批印度网友不满，认为此举对神明不敬，要求 YG 娱乐道歉，希望 YG 娱乐给予合理的解释，赶快进一步做出处理。而就在今天，有网友已留意到 MV 里的印度像神被 YG 娱乐从 MV 悄悄地删除了， YG 娱乐并没有对外公开道歉。大家可以再次的观看这单曲 How You Like That MV， 你们可以发现到印度像神画面删除了，